听到这熟悉的音乐，有没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 feel 啊？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游戏呢，就是1991年在红白机上面所发售的《热血新进去》。先生，不是要怀旧、讲古、上历史课，而是因为这款游戏要推出 HD 版了，真的是太酷了！而且呢，还支援多人连线哦。不啰嗦，赶快来看详细报道。超怀旧的任天堂红白机游戏《热血新进去》回来啦！这次直接将画面 HD 化后搬上 PS3 主机喽。有玩过《热血物语》系列的玩家应该都不陌生，游戏的宗旨就是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要狠狠的嗨 K 对手，《热血新进去》当然也不例外。故事叙述冷风学员学生会提议举办了一场运动会，痛恨不良分子的新学生会会长藤堂却想利用这场运动会削弱其他学员的势力，故意将运动会改造成硬派竞技，让这场运动会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游戏中除了原版的四校角色外，在预告中也出现了疑似女性角色可以选择，场景也贴心的出现台湾国旗哦。游戏还支援多人连线，透过 PSN 就能和全世界玩家一起暴力竞速啦。热血新进去 HD 版预计在今年年底推出，后续的发售消息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的报道喽。